枯藤老树昏鸦。报告老师，这是你们班的试卷。哇，他不是隔壁班的课代表吗？越来越好看了。再看看咱们的课代表，过完一个假期会有什么别人变美变精致，而我小眼睛塌鼻梁没气质，怎么见人啊？别急，青春期是影响颜值的关键时期，小眼睛塌鼻梁大脸盘子，只要学会这四招，开学也能逆袭校花漫画脸。一、鼻子，这四个鼻子按摩操，每天按摩30秒，鼻子越来越好看。二、眼神，睡前眼睛按上下左右顺序画十字。累了盯住小球，锻炼睫状肌，每天5分钟，脸色闪亮星星眼。三、微笑，慢念 I U E， 保持一嘴型5秒，然后抿嘴，手指从里到外按20次，接着用虎口向上拉伸脸颊，最后再打圈按摩嘴角，嘴巴笑起来更甜美。四、下巴，抬头撅嘴，轻拍花板50次，这个动作属双下巴横尿笑。还有这20条青春期变美小技巧，不化妆也能变好看，开学惊艳所有人。